很怕。然后我以为那个石头都会掉到水里面了。然后我那个水就，我就是给我妈妈洗手，水就流到这边。那个时候的感觉是好像我们整个部落的人都没了，只剩下我们。因为我这样一上楼看的时候，都是土石啊，好高哦。然后来我看到就是我们村头那一家人啊，陆陆续续从那个土石里面爬出来。哎，不管是那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啊，不年轻，或是我们村长夫人啊，我都有看到他们从土石里面就是拼命的挣扎爬出来。然后我往右边看啊，我也看到几个人就是被冲，可能从那边冲过了，然后也是从土石这样挣扎爬出来的，都受伤。对啊，可是我们在这里没办法，只能看着。其实我们回来哈，真的是觉得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哇，怎么那么幸福啊？我们每一餐，哪怕是两道、三道，或者是有时候是五道，就是，哎，我们常说人家会认为说我们回山上是不是没饭吃，没菜吃，是不是饿的怎么样啊？其实不然，因为其实我们的菜钱就是爱心奉献，三餐都是爱心奉献，所以吃得很开心。在这种环境，他们都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想，我们可以不用钱，但我们不能没有喜乐跟快乐。我们要的是快乐跟喜乐。
在家里的生活当中，不是要钱，也不是要名利，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当中，信仰也是一样，我们要的是主在我们当里面的对安静，马上满意当面那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喜乐，那个喜乐是比金钱来的真的，金钱他会发现没有，喜乐你怎么去分享给别人，别人也会得到喜乐。感动如转身永一世，流泪山川的欢呼声歌，相信就有喜乐，下坠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歌台，是因有主的我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用怪手挖的啦，可是刚好小朋友想要玩子也没有地方嘛，他刚好在这边挖，在这边把土石挖起来，放到点到上面那个平台那边。爸爸会再减有66到60 65 66嘛，他在外面读书都不算吗？回来的话就是几个吗？现在回来的只有一个读书嘛。哎，有没有不少毕业？这是工作毕业的啊，这你要好你要好，他是要读几三读书，有一个不少毕业的读几三读书。彩虹工坊是家里东西的嘛？彩虹工坊这个是从我们水灾之后，他们才成立，对他们取这个名字是代表希望嘛？也是因为灾后，其实我那个工作活动大部分都就在营救屋，那我就比较失去这样的能力。那还好就是灾后我们回来重建就是彩虹工坊嘛，他又让我们的妇女进来学习那。我们这一班进来学习的，可能之前我的学员就学过我的东西的，可能是一半的人数，那一半的是新手，他们完全没有碰过这个手工艺。好的，你前面的你看都是肥肥的，如果都打人会很痛嘞。猫头鹰这个其实之前我就做了，可是他可能我有变化的就是我会写霓虹丽裳，用罗马拼音去写它的问候，它不只是说你好啊，它里面就包含了祝你平安，比如说你回来了，那我们就会或是你来看我们就说霓虹丽裳就是你好啊，欢迎你回来了。
常常跟小朋友、小孩子也他们也慢慢体会到，就跟小孩子说，我们接受别人很多的帮忙，那我们当然就是在我们有能力去回馈的时候就慢慢的去回馈嘛。那所以我现在回来，我回来的话，我的心态比那个灾情更宽广了，就是有很多的细节我自己知道我都在改变，很多的时候就是以奉献的心态去帮。我们常常说不是上天的眷顾的话，可能那时候也可能就没了。所以我跟小孩说，经过这一次，我们就对人生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介绍一下哦。对，大家好，我们是光阿克居士王，然后我是杜伟群，他是全名。然后我们现在是光阿克居士王，就是专职的记者。然后我们是从2009到现在一直在做这个工作。那刚刚先让大家看这个影片，原因其实我们今天后面我们谈的很多都是在谈民主的部分。然后，但是我们今天一直讨论到，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其实很希望让大家知道的是，除了有一些人注定永久之外，在原因上，他们原本住的地方还是有很多人在上面。然后，其实反而在相比之下，这些人就是住川上的这些人，并没有在政府的重建的蓝图里面。因为原则上，他希望是大家都下山，他并不希望山上有人。然后，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去上网找其他有关原乡重建的影片跟资料，其实还蛮。然后大体上原乡重建碰到问题就是没有路，然后没有路的话，你的农产就下不来。像现在在采红肉梨、蜜桃，然后前阵子刚好下大雨，几乎都全部下不来。那大家可能要趁着就是今天怪手当场同步，赶快一天就是凌晨走那一种，可能是90度的转弯，或者是很斜的斜坡那种，他们称之为天堂路的路段，他就把农产给拼下来。那这个是现在很普遍的莫拉克灾区影响的状况。然后我们接下来我的部分我会从屏东的永久屋，那我的范围就是我的守备范围其实是在鲁凯族，就是雾凯乡，然后还有高雄的纳马，像刚刚大家看到的南沙鲁，南沙鲁其实是在小林村在往上的一个村落。那小林村是甲仙嘛，那小林村大家可能知道他们是就是状况比较非常非常严重。那纳马下的南沙鲁村是吉次里小林村，他们村庄在风灾当时是有26个居民罹难。那后来风灾之后，这个村庄大概有近90%的居民住进永久屋，山上现在剩16户。那刚刚大家看他们一起吃饭那个地方，是他们回去部落之后，大家就是每天共食一起吃饭，到现在就是这几户人家还是愿意一起吃饭这样。然后接下来我要讲我的部分。这个是我们网站的首页，其实大家打发发名字就会进到我们的首页。然后这个已经是我们今天最新的页面了，是我们有更新的文章。然后其实因为风灾到现在近4年，原则上灾区的事情变动没有这么大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每天会更新，但现在可能是2天更新或3天更新一天。那当然，其实即时性的导出还是会跟一般的媒体一样，会当天就上。然后，这个其实是纳马夏现在的路况，可是这个是在今年4月5号的时候中断的路，然后4月13号抢通，现在这条路已经没有了。
然后居民现在回纳马夏，就回高雄的山区，他们必须要从高雄的旗山到内门，然后到嘉义的大埔，再绕路进茶山、阿里山那边，他们补了大概三个小时的车程。然后这就是这一次上上个礼拜好雨把他们的道路冲毁的状况。然后这个应该会是大家在，就是如果大家有稍微去 Google 一下关于这回事，其实慈济大园区应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标的。那它是一个很大的标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次的灾区重建最大宗的永久屋就盖在高雄的山林大隘。然后这个地方很特别的是，它并不是单纯只是针对一个族群，它有汉人，然后有原住民族，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原汉混居的一个居落，里面大概有1000户。然后1000户的话，其实它必须要去考虑的是包含里面的内需，还有就学，因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我们后面都会谈。我们的网站还有看三张。我们的网站其实那时候成立的时候，我们是在2009年的9月29开站。那时候最大的目的是因为我们很担心，最后重建这件事情只剩下政府的声音，或者是某一个 NGO 的声音。然后当然，我觉得这里不是要说慈济做不好，而是因为慈济刚刚好是少数的 NGO 里面唯一拥有传媒通道的，然后它的电视台其实可见度非常高，很多时候我们从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得到的讯息都会从新闻媒体上面来。可是重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个默契，是政府讲的或者是出钱的单位讲的一定跟真实发生的事情有出入。因为政府他为了要讲求绩效、讲求成果，或者是整个政策的大方向之下，他没办法考虑到比较细致的，包含是人文的部分、教育的部分，比较柔软的一点部分，他没办法去考虑到这么多。那这也就造成了后来的重建这4年里面发生了很多他们觉得为什么我们一直在骂他们的问题。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慈济那时候也提出来说，希望大家全部搬下山，它理由很简单，要让山林休养生息。那那时候导致的是舆论的压力，就认为说是山上住山上的这一批人，他们影响了环境，影响了整个山林，所以发生了一件这么惨的事情。那就让责任导向归向于住在上面的人，可是没有人去仔细想过说，其实上面发生这么大的灾难，就以高雄来说好了，它有一个居民的心中最大的，他们归咎于自灾原因，其实不是强降雨这件事，它还包含了水电站那边炸了3年的隧道，然后那个东西叫越狱引水，它从高雄的纳马夏一直通打通一个隧道到隔壁的桃园乡，那条隧道在八八风灾的时候，有一半被淹掉，被淹没了，然后居民那时候。是风灾发生之后，他们出来抗议。其实灾前他们就有去抗争，可是没有用，没有人听得见当地居民在反抗什么。然后他们政府就是做了之后呢，发生了风灾，居民就说，其实他们一开始在装炸、在试炸药的时候，他们的嗓子都会感受得到震动，所以政府就会说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当中。然后后来发生一个我觉得很吊诡的现象，其实后来水电署他们有派了一批专家去做了自家里面的调查，那他当然也去做了越狱引水调查，看他到底是不是因为越狱引水造成的小林村灭村，因为小林村在那个隧道的沿线。然后呢，出来的结果是说跟越狱引水没有关系。那我们的认知上，我也不觉得政府会说是跟这个工程有关系。然后就有民间的学者就去跟这一批做官方的这个研究学者说，如果你们今天谁敢把这一本自灾报告书带到小林村灭村的原址去，然后烧给亡者，跟他们说我们调查出来这一份报告里面很明显的写出来，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事跟越狱引水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你们有人敢这样做也做得到的话，那我们就认同你们这个报告是的确可信的。然后他就觉得没有人敢做这件事情。然
后这个可能是大家现在最常看到的足球媒体在做的风灾的新闻。其实我自己的同学他们也都会说，他们在这个时候都一定要去那种风大雨大的地方，就算没有风大雨大没有淹水，长官就要你想办法伸出一个风大雨大淹水的画面。比如说林边，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林边一定不会淹水这件事情。林边在风灾之后其实做了 很多的防洪跟治水的工程，后来的这三年来，因为我有跑林边，其实林边所谓的淹水它没有到那个什么淹水50公分或70公分，它唯一一个有积水的地方是在高速公路底下的交道底下，那个地方是底洼，以前是湿地，那地方会有少量的积水。然后去年的哈利台风的时候，我去那边看，已经有那个 SNG 就在那边 stand by， 后来拍不到画面。我原本想说，如果拍不到画面，那大家应该不会觉得说里边有发生什么真的重大的灾情，应该就好了。结果打开电视一看，我看到的是他的写说，他的那个字卡上面写说，林边的淹水达1米高，然后我就想说不可能，因为一米高，我才刚刚开车从林边回来，怎么样都不可能有一米高这个高度。然后我就看到画面，那个画面上是，你知道摩托车骑啊，经过那个积水，它不是溅起水花吗？然后他们就抓那个水花溅起来的高度1公尺，他就说林边积水达1公尺高。然后他们的秘书啊、乡长啊、居民，因为我就跟他们劝，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常见的主流对于这种事情的处理方式。要不然就是像这样啊，我可能有人知道，但有人不知道。我还是要想要讲的是，小林村不是全部灭村，它是少数的9到14里被改掉。然后原本可能住在这个位置，这是上面的山垮下来之后全部被盖掉，然后后来这里只剩下一户的房子没有被冲走，然后那一户的人家还有回去住，是少数的现在我们还知道还回去住的人。然后左边那个是大家比较清楚的金帅饭店，然后下面那个是金峰乡嘉南村，嘉南村也是很严重的一个灾区。然后他们大概是我们在看，可能是算是比较完整的接近政府所谓的离灾不离村、离村不离乡的重建政策，他没有完全的搬离那个主体。然后右边呢，这个是我们刚刚看的影片，纳马夏，他现在是区，所以他叫纳马夏南沙鲁里。这地方是他们的学校国校，其实这里都还有教室，然后这边是幼稚园，那时候是上面的堰塞湖溃下来之后，把这边的房子全部带走，然后包含26条人。这个呢是去年的610，那个时候这边撤下来的是雾台乡的人。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居民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问我说，我们能不能够有没有机会可以不要撤下山？然后我就说，对政府来说他一定希望所有人全部撤下来，因为他不愿意承担那个风险。可是有一些部落，他在莫拉克灾后政府去请专家做安全判定的时候，有一些部落是安全的部落，也就是说他在地质条件上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那个安全的部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路，所以因此形成孤岛。然后他们就说，其实他们在山上有自己准备好食物、粮食，然后油啊什么都准备好了，可是他们还是要被强迫下山。然后我就问说，那如果今天政府问说你们不下，你们为什么不下山？你能不能够提出一个理由，是可以说服他们，也可以说服社会大众的？然后他们跟我讲了一个我到现在听了我自己还会很难过的话，他们就说，因为风灾的时候我们被撤到里去，你就住了半年，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要回到自己的家有多么的难，我们很怕这一次再被撤下山，回家的路要走更长更久，包括我们的舅子也回不到我们。我不到家。然后呢，好像看起来我刚刚讲了很多，还是有很多状况跟事情需要被解决。但如果你去 Google 莫拉克重建天平台风，甚至是610到今年5175519，
你看到的所有的新闻消息，大概都是重建会，然后或者是官方的消息，那他当然就会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居民一切安好啊什么的，但他不会去提说这个路为什么这么容易断。那个路我们都会说是淡卷桥，它就是只有一层的涵管，然后那个涵管大概到我的这里吧，就这么大概到半身高，然后在还没有下雨的时候，涵管里面的水的水位已经到涵管的三分之二高了，甚至四分之三高。然后涵管跟涵管中间的不是用水泥哦，它只是用河里面挖起来的土铺上去，然后压了很多层之后就让车子走。如果雨大一点，然后水先把上面泥土带走的话，涵管就会跟着冲走。光是那马下的台25线，这四年来花了几十亿在做涵管变道上面，可是政府一直不愿意做一条永久性的道路。原因很简单，他说我帮你们修一条新的台25线，那不是重建，那是一条新的路，我要重新做环评。那大家可能知道我们一做环评可能要拖5年10年，然后他就说原本经费做28亿，接下来说38、48到现在50几，他就说没有这么多钱。那没有那么多钱的情况下，他就会说有啊，他们还是有路，还是有路可以下山啊，可是那个路是要3个小时、4个小时的车程，然后那个路可能是如果雨大的话，救护车很不容易可以爬上去跟爬下来的路况。这个是政府目前给灾区的路是这样。然后3年到现在，今年第4年，其实从去年的610之后到今年的517，其实一切好像重建我们的事情全部回到原点。大家如果看到前阵子的新闻，桃园高雄桃园有个地方叫复兴，复兴这一次有3户民宅被冲走，去年有4户。那他为什么被冲走呢？原因是因为那边做了一个，在河道上做了一个工程，那个工程呢有一个缺口，缺口在部落旁边，就是河道上有一个缺口，缺口在部落旁边。然后讯息要来，对不对？政府做了什么呢？他买了很多太空包去堆在那个缺口旁边，可是当山上下了很大雨量的时候，那太空包根本挡不住，然后太空包就随水而逝的时候，这就换水管就被冲走。所以后来现在那里的人，他们的路是比我刚刚讲那条路更差。那边的路这几年大概走了可能不下10条人命。那边的路现在走的是农路哦，然后居民怎么形容哦？那条路叫山羊路，就是只有山羊走才不会跌倒的路。它很小，你可能没办法会车。如果你在山上碰到两边来车都来的时候，你要有一边是倒退的。可是如果你是在上坡或者是下坡的时候，那个倒退是要凭技术跟凭运气。他们这四年来都是凭着运气，看看能不能到家，不能到家就摔出去。然后到现在，这个桃园其实他们的路是通到台风的，然后政府就说，因为你们的溪水的水位不定，然后也不知道它的变动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趋于稳定，所以他说建议居民东进东出，就是叫高雄的这边的原住民从台东进出。所以如果我是桃园的人，然后以后政府真的不修路的话，我要回我家，我等下要从台东才可以回到我家。那个其实会逼迫一个原住民的聚落萎缩，因为你的路修得这么差，或路况这么远的时候，求学然后就医农产运销产业全部都会因为这样没落。然后当部落逐渐没落的时候，就不得不外移寻找更好的生存机会的时候，这部落就会消失。住在山上的人现在，这个还是去年那个610之前还没被冲断的时候，然后这是610之前做的钢便桥，后来呢在610之前的好雨就变成这样，就是很干，现在是连钢笔都不剩啊，然后这边也都没了。这里呢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被专家判定是安全的部落，可是他们没有对外联络道路，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路了，居民怎么进出呢？其实大家逐便把自己把它流动。我那天打电话给他们，我说你游泳还好吗？他就说什么游泳，这个是猫缆，
然后他就说我们觉得我们这样走其实也就是习惯了，然后你要去跟政府要求什么嘛，然后他们也很担心说如果我们去跟政府说赶快把我们的路修好，会不会外面的人就说你们为什么不下山。可是问题是我们的部落是安全的，我们部落是好好的，我的所有的小米我的农田都在上面，我的产业都在上面，如果我下山了我要靠什么。然后这一张呢是去年小朋友上学的路，因为他们上课的那个主线道坏了，所以他们只能走这个农路，而且那个为什么用走的呢，因为车子爬不上去，所以小朋友就是车子接不到一定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要这样赤脚走回家或走去上课。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山羊路，现在路况这个以前是比较好的路况，现在更糟，因为下过雨的。然后它就是大概一直是 S 型，然后是很窄很窄的 S 型。我真的觉得如果你可以开这个的话，你家都不用考，你应该非常车手。然后好啦，看起来我们觉得住山上好像很奇怪，要住山下的。其实住山下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就是屏东的永久屋。这是哪里呢？就是永久屋旁边的大树沟。然后这个屋为什么要爬过去？因为当初政府有承诺，如果你们搬下山了，会给你们耕地。简单来说呢，就是供你们吃，供你们住，然后你们他是没有那个没有就业机会，没有工作，然后你原本想要种什么，我就给你土地嘛。结果没有，他们就只好在水沟旁边种红米，种小米。然后那老人家是他要走过一个，就是他要从那水沟爬下去嘛，那水沟的沟跟那个这个一样高。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他每天从他的泳池楼走出来，然后下一个水沟之后再上坡爬上去。然后他们就一直跟政府争取说，你不是要给我们耕地吗？政府跟台航租了目前大概二十几公顷地，拨了六公顷，六公顷给多少人呢？给275的人去分。所以怎么分呢？抽签。简单来说，如果你今天要种田，要看你有没有运气可以抽到这块地，抽不到你就只能看着别人种田。那给什么地呢？给这种地。我那时候去看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也种田，我没办法想象这个地可以种东西，它全部都是石头，石头就算你还会积水。然后我还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考虑可以种野莲或者是那个莲藕啊，就是那种水耕的植物，可能你就不用去担心说会不会有积水的问题。然后政府也说，反正新年耕地是让你们种身体健康的嘛，那你们就自己把它整理好了，然后铺路还可以看见合作啊，讲得很好听。他们就说好，那我们自己想办法。然后老人家他们就去想办法，真的想办法，想说我们如果在那边种田的话呢，你总是会有人有就是为什么会有内情嘛。他去找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我可以就是排那个排泄物出去，然后可以上厕所啊什么的，然后整地整好了，整好了之后变这样。他们自己种菜，然后种小米，种辣椒。这个呢是红梨，红梨是就是它跟美国藜麦是同一种同科类似的东西。哦，对，反正它长起来是那样啊。对，然后据说碧昂斯吃那个藜麦，一个月瘦25公斤。反正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健康食品。然后他们因为红梨是以前的部落传统作物，它可能用在做酒，它是其中一种效果，或是拿来煮饭。可是它煮饭不是整个直接取代米，它是要就是放在饭里面拌在一起煮的那一种。然后呢，当他们试着自己努力种一点东西，然后找来了国内少数在做红梨收购的厂商，他们谈合作，然后价格也很好的时候呢，政府就说你们愿意来帮忙你们。我们可以来帮忙你们做红米的辅导啊、加工啊等等什么的。这个呢，就是政府在他们耕地上做的事情。而且，屏东还算很好，在高雄的大雅园区，那边的居民是连耕地都没有。然后可能大家知道说，郭台铭不是那边就是做了一个永林农场吗？非常的大，然后规模很大，但里面现在没有几个是长当地的，就是当时的受灾的证明。那这原因什么？然后我们后面会再提。很荒谬吧？这个是应该没有人吃东西的吧？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卢凯族他们住的房子摆在永久屋。然后呢，
那个很像是盖那种国民住宅也一批同一批这样盖的嘛，然后他们就分两批，第一批是慈济盖，第二批是红十字会跟着他们一起盖的。然后很幽默的是呢，这个房子没有化粪池，所以你们家的厨房的水、浴室的水、马桶的水全部都在同一个这么大的管子而已。也这么大的管子不是只有你们家一起用，是你们那一条巷子里面所有人共用那个这么大的管子，所以他就会发，他就常发生堵住的状况，堵住的状况就会冒出这种东西来。然后居民反映过非常多次，然后也跟你跟慈济反映说怎么这个水会堵住啊什么的，慈济说是因为你们的使用习惯不当，就是你们应该要常常用热水去淋那个排水口，他说这样油污就不会卡住，就可以那个帮助他把它把它排掉嘛。然后居民说，可是我们200多户就是这么大的管子，怎么可能不塞住？好，现在房子的保护期过了，这个情况还继续在发生哦。然后我就问村政府说你们怎么办，村政府说最坏的情况全部打掉重做，这个管线重新再配一次。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风灾当时有做捐款这个动作，但是我会觉得，我觉得如果万一不幸台湾下一次再有一个这样类似的惨重的灾难，然后需要把人当成盆栽一样搬下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房子的设计上应该要认真的思考使用者需要什么东西跟怎样的房子的配置才是好的。其实政府永久屋政策风灾以后8月29号就提出永久屋政策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一样跳过中继案自己在永久屋的，这大概就是局势的创举。然后局势的创举结果就是呢，每一个地方都有问题，然后可能像我们现在外面看过去大家都会搭遮雨棚嘛，因为你房子有时候为了晒衣服啊，就怕下大雨，大雨什么不会进房子。可是呢，在永久屋里面不能盖遮雨棚，他说你违反建筑法规，你是违建。可是居民就说，居民说你房子就是他的二楼的那个阳台的屋檐啊，是比二楼的阳台还要短。比二对阳台还要短嘛，所以你下雨的时候，你的水就会顺着二楼流进你的家。然后到最后，居民就发现他们家一楼的那个灯罩啊，里面拔下来都是水，就是水会渗到那个房子里面去。然后他们说那怎么办？政府说反正你们就不能盖。啊，有没有人盖？有，还是有人偷盖？然后政府的想法是说，他也知道的确是不符合居民的实际需求，然后他就说，反正没有人检举，你就不会去动。然后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你明明知道这个是实际需求的东西，为什么你要用法规去限制他们？难道你们没有去想过这个东西的实际需求有多大吗？然后那时候有个老师去谈过这个地方很久，他就回答我一句话，他就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外面买房子，我们要考虑多久？不要说买房子好了，你要去租一间房子，你可能要在591上面查非常久，还要去看是不是凶宅啊，有的没的，你要思考多久之后你才愿意去付租金在那个地方住。可是永久屋这个几乎是没有选择，就你要跟不要，你要的话你没得选择，你连要住几坪都是政府跟你讲好的。如果我今天我们家有5个人，可是社工去访谈、志工去访谈的话，你们家只有3个人，你们家只有2个人在现场，可能就是女生住14坪。可是你们家全部回来都可能是5个，甚至10个，10个人要住14坪，那怎么办？最后下山的人还是必须分隔两地，可能小孩子回家看父母亲，吃个饭就得离开，因为没有地方住。然后这里呢，就是球场，这球场也很幽默，它也没有遮雨棚。就是它的这边是因为很高，所以像礼拜下大雨的时候，他们刚好在开部落会议，开到一半下大雨，然后部落就跟我说，你知道我们有多可怜吗？我们每一个人坐在那边开会还要撑雨伞，因为那会喷进来。然后这个地方，它其实还有一个水泥阶梯的，那个落差有70公分，没有阶梯，已经有小朋友从这边扯下去过了。可是包商不愿意解决，然后政府没有，现在就是在这里。然后这样下来就直接。我今天还看到有人去讲说，有一些社区连球场都没有，
你们如果有的话，应该要觉得知足等等这类的话。可是我的想法是，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但我那时候看到，我的感觉是一个公共工程，一个公共事务，如果他都必须要居民去讲说，我有，他要让居民去接受说，我给你已经很好了，不要再来跟我要求这么多的话，那是不是表示我们连跟这个政府沟通的机会都没有？就他很像是早期政府在对原住民的那个态度，就是恩情，是我给你的，你跟我要，我给你，然后我给你的时候，你就要听，你就要听我的话，还是像那样的心态在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就难怪重建这件事情一直在继续，然后我们还一直有新闻可以写。